各位同学、家长、老师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澳门科技大学二零二三年本科课程招生讲解会内地高考专场。我是黄翠诗，那坐在我身旁的是来自招生处的黄伟老师。崔老师好，各位考生、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今年澳门科技大学的招生信息。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疫情结束，逐渐开放，那各方面也是逐步放宽。 那考生和家长也纷纷考虑啊，离开自己的家乡外出升学。那上大学，哪一个地点，哪所城市，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是啊，上大学是人生关键的节点之一。大学四年在哪一座城市度过，这座城市将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什么样的色彩，是值得好好考虑的。澳门是其中一个值得考虑的城市之一，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历史上的澳门开办了远东地区的第一座高等学府圣保禄学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三巴牌坊的前身。四百年前就开始设立了宗教、数学、这法律、艺术等学科，为亚洲多国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今天的澳门延续了国际化自由港的本色，信息交流开放，文化教育接轨国际。 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希望把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交流基地。澳门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四个城市之一，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前沿。各项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十分有利于大家今后的发展。那澳门。 有那么多所高校，该怎么选择呢？去哪所大学比较好呢？澳门的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澳门科技大学是回归之后由澳门人自己创立的第一所大学，拥有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课程涵盖十多个学科门类，是澳门在校人数最多的大学。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显示。 澳门科技大学位列全球高校前两百五十名，就业力全球第二百四十四名。乍一听，也许大家对二百五十的概念不太清楚。通过画面中两岸及港澳地区高校的全球排名，或者可以帮大家了解澳科大目前的位置。大学目前有四门学科也进入了全球的学科排名，分别是计算机科学。 全球前一百二十五名，社会科学全球前两百名，商业与经济全球前两百名，临床与健康全球前三百名。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的办学要求，我们作为首间澳门高校，率先完成并通过院校级别的国际认证，课程品质和教研管理达到了国际的高水平。 听黄伟老师讲完，我们大学是呃获得了国际的广泛认可的，那也是为我们科研实力还有学术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我们澳门科技大学有什么样的呃办学实力与特色呢？是的，作为一所以科技命名的大学，我们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和科学实践平台的建设。在这里，通过一组数字为大家进行了归纳。目前，大学设有。 澳门唯一由诺贝尔奖得主主持的实验室——埃尔文内尔博士生物物理与创新药物实验室，由国家科技部授牌，境外首个、澳门唯一的澳门海岸带生态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中药质量研究领域和月球与行星科学领域。我们还设有三家医院，分别是科大基金会辖下的科大医院。 和珠海市人民医院、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分别为医学院和中医药学院的学生提供临床带教工作。王俊教授、张康教授、王建洲教授和李忠俊博士四位学者入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他们的学术专注获得全球最广泛的引用，学术贡献获得世界级的认可。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我们与五所内地著名大学在传媒、海洋发展、知识产权、肿瘤防治和会计等方向共建伙伴重点研究基地，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noise> 办学特色方面，我们早在十五年前率先在澳门高校中实行通识教育，大学提供的科技、社会、艺术等系列讲座。 丰富和提高了同学们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水平。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方面是实力相当的强了、啊。那不少同学关心大学有什么的课程专业范畴可以选呢？有什么特色课程呢？这是大家读大学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奥科大目前各个学院和科研院所共提供招生课程有十九个学士学位，三十八个硕士学位。 和二十五个博士学位。未来本科毕业之后，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本校深读硕士和博士。现在表格中，多数的课程都是文理兼收的。中医药学院和医学院的课程有化学成绩的要求，艺术类课程需要提供专业统考成绩。内外全科医学、影视制作和表演艺术根据需要安排面试。 更多详细的课程内容，大家可以截图扫描图中的二维码进行了解。如果大家对于中医、内外全科医学、药学、中药、食品与营养科学、西班牙语、表演艺术等感兴趣的话，目前在澳门的高校当中，只有我们大学提供了这方面的课程，欢迎大家报读。那除了读书之外，我们学生生活又是怎么样呢？比如同学最关心的住宿方面。 学生活动、国际交流等等是怎么样呢？黄伟老师，是的，异地求学，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住宿条件。我们为非本地新生入学首年安排了宿舍，独立的卫浴、独立的冷气，生活所需设施齐全。我们相信，只有安心生活，才能专心学习。大学生活动丰富多彩，学习之余可以发挥个人所长，不论是舞台艺术，还是竞技体育，或者是演讲辩论。 科大学子在校园内外的各个舞台和赛场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实现全人的发展。国际交流，相信也是大家选择来到澳门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学与全球超过百所的高校与机构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鼓励同学们大学期间赴海外交流。随着今年疫情结束，开放往来，相信会有更多的交流项目推出。 大学的创业就业发展中心每年举办春秋两季的校园招聘会，搭建平台，增加同学们与用人单位的对话机会，同时也会开办工作坊，教大家如何撰写求职信，掌握面试技巧，如何撰写创意计划书等，在生涯规划方面为同学们提供帮助。目前，我们已知在校的同学们已经成功前往各地企业和机构实习，当中包括银行。 电视台、医院、酒店、领事馆和主题公园等，很多同学在实习期间已经成功和用人单位签订了协议，一毕业就直接上岗。哇，刚才黄伟老师所提到的，我们学校有创业就业发展中心为同学们去出谋划策。那呃，对于我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前景又是如何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这里很高兴的与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全球大学就业力排名中，澳门科技大学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两百五十强，是澳门地区唯一上榜的高校，毕业生的综合实力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高度认可，世界五百强企业、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医疗设服机构、公检司法、政府部门等。 都有澳门科技大学的校友在里面任职，这为各位考生将来毕业之后成功应聘赢得了印象分。当然，也有很多同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从各个学院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我们的毕业生获得世界百强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些甚至进入全球十大顶级名校。版面有限，这里只列出了一部分学校的名字。 这些都是学长学姐们为各位学弟学妹们铺好的康庄大道。这些名校将对奥科大的毕业生敞开大门。大学创办人廖泽云博士特别鼓励毕业生前往名校深造，设立了专项奖学金。刚刚过去的二零二二年，已经有优秀的同学成功获得前往牛津大学深造。那由此可见，我们本科毕业生前景是一片良好啊。 那同学们最关心的来了，怎么去报读我们澳门科技大学呢？招生政策是怎么样呢？来到了最重要的环节了。澳门科技大学在内地招收应届高考生，已经步入了第二十三年。不同于港台高校，我们不占用内地高校志愿名额，独立录取，不锁档提档。只要是今年参加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全国所有的。 入学类型，名额大约三千人，学费首年十三万五到十八万港币，内外全科医学呢是二十三万一港币。澳门科技大学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在内地开展招生代理业务及录取工作。特别提醒大家，凡是声称代理招生或者协助录取，都是虚假行为，切勿上当受骗。 大家可以截图扫描二维码，在指定的报名时间内直接进入大学官网的报名系统填写申请。录取结果也将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进行发布，用个人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查看就行，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机构。目前进行的是艺术类课程和特长生的报名，截至三月十五号，五月份开放所有课程和类型的内地考生申请。 关键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同时在六月三十日截止报名之前填写高考成绩。那么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录取条件、分数线又是怎么样的呢？黄伟老师，总的来说就是看高考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的时候单科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入读相关专业的时候，如果单科达不到要求，就需要修读强化课程。 从往年录取的情况来看，创校时的四大学院基本都要求在本科第一批次，或者我们俗称的重点大学线以上才有机会获得录取。他们的课程，内外全科医学也是在重点线之上，还需要经过面试。其他课程基本也要在重点线附近来择优。药学、中药学、食品营养科学需要化学成绩。艺术类课程一般都要省级专业统考。 及艺术文化双双达本科线以上来择优，影视制作和表演艺术接受一般生的申请，但需要通过面试来择优。大学鼓励成绩突出的考生来报读，提供级别不等的奖学金，无需申请，择优颁发，最高减免首年学费、住宿费，还提供生活津贴。 同学们在校期间还可以申请不同机构提供的奖学金。另外，大学艺术团和校队鼓励考生申请以特长生的身份报读，成功通过面试者有机会在同等分数条件下优先录取或优先取得奖学金。感谢黄伟老师详细的讲解。那以上招生信息分享，如果有任何疑问，也欢迎跟我们联系，也可以。 截图、扫描二维码，去关注我们大学的公众号，去浏览更多的大学信息。那今天的讲解会来到尾声，黄伟老师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报考澳门科技大学，谨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所得皆所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再见